喂，刚刚不太方便说话，恭喜你，又一次赢了。谢谢。小果，我本来想在爱尔兰公开赛后，世界排名再上升几个名次，再和你说。有些话可能一时说不清，得回国之后才会有机会。正事儿，林阳在我身边，他说他有事情找你。好。喂，我没有孟小冬手机号，借小果的问你一下，都买好了吗？买好了。定了几点？几号房？8点。6、7号房。没事了，你们继续。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就先挂了。现在上去，你先去，我想出去走走。我去练会儿球。啊？这是我们小时候随便玩的时候打的。知道吗？看过，没规则，进球就好。谁说台面上最后一颗球谁赢？输的人给对方买个球 ，OK 吗？我没问题，能让你给我买几个球，够在这个圈里吹几年了。心情不错啊。你没机会了呀。辛苦了。
有两句话要送你。我看过你的比赛，你是按照孟晓彤的路子训练自己，每25秒打一颗球，对吗？那是联赛的规定，不应该成为你的紧箍咒。我才25秒才出杆，可能也就只适合孟晓彤，并不适合你。你要记住，不要消耗你自己的灵气。你是选手，不是比赛机器。还有一句话，